大家好，我是 Kermit， 今天会玩就是世上只有的弹唱，因为接下来母亲节了。另外还有一个 intro， 大家可以去另外一边看的。我现在会看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版本给大家看，我就会跟着这个版本去教大家，希望大家母亲节可以送这首歌给你妈妈。这样呢，这个会是 F key， 有少少难的，有个 B flat。 OK， 试一次先。望着你懂也许更易，龙于水的三个字，从我降世一开始都永远不幼稚，你亦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就是这样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教学这首歌呢，就 verse 用一个数法， chorus 用一个数法。首先讲了一些 chord 先，第一个 F 我们就会食指按第二线第一格，我们的中指按去第四线第二格最高的那条线 F。 OK， 跟着到 B flat， B flat 会难一点，我们就会拿我们的食指按一二线，我们要平地按，我们可以想一个力量咧，撳最底嗰條線咧，通常就會兩條線都有聲啦。你淨係撳死前嗰條線咧，就好多時咧就會搞到條線冇聲啦。OK， 咁跟住落嚟，中指撳第二線第三格啦，無名指撳第三線、第四線第三格。OK， 依個第三線第二格，講錯咗添。好啦，咁跟住之後就 C 啦，大家都識噶啦，第一線第三格。D minor 嘅話，我哋其實可以諗翻個 F 噶，本身撳 F 係咁樣噶嘛。咁我哋加只無名指喺第三線第二格。啱啱喺呢兩隻手指中間嘅第二格呢條，好啦 ，A minor 啦，用中指撳最高嗰條線嘅第二格，即係第四線第二格。好啦，到 G minor seven 咧，其實咧就有啲似 B flat 嘅，咁佢咧又係撳曬兩條線，跟住咧我哋嘅食指咧，我哋嘅中指撳第三線第二格，即係唔使撳呢隻手指咧，同 B flat 嘅分別就係。咁啊，大家如果覺得呢個 chord 難嘅話，我哋可以用 G minor 代替啦，即係我哋 G minor 同 G minor seven 其實喺呢首歌入邊可以互換嘅。咁我哋咧就係。食指咧，淨係撳第一線第一格；中指咧就撳第三線第二格；而無名指咧就撳第二線第三格。G minor， 咁就係咁多 chord 嘅啫。一開頭咧 verse 嘅時候，我哋點玩咧？我哋其實咧就係每一個 chord， 我哋咧都係咧會咧彈一下嘅啫。彈嘅方法咧，我哋咧就係勾佢啦。手指公咧係撥嘅，向下撥。手指公永遠都係最高呢條線嘅啫。依三隻手指，每隻手指咧負責一條線。OK。咁我哋咧最好咧唔好一擺嘅時候咧咁樣伸直擺，我哋咧屈我哋嘅手嘅，你睇下，好似我咁屈埋咗嘅，好似呢度見到有個窿咁樣放落去啦。咁我哋咧勾完之後咧，好似咧做咗個 good 嘅動作，係啦。咁啊一下嘅啫，咁啊譬如 F， 跟住轉 B flat 啦，跟住轉 C 啊，跟住 F 啦。好啦 ，B flat 如果大家真係做唔到撳兩下嘅話，可以撳一條線，係啦。咁我哋一直淨係勾依三條線咯，唔勾最低嗰條都得嘅。如果真係撳唔到，撳到就撳埋佢啦。OK， 好啦，咁啊試下咯喎。啊，跟住啲字嘅啫，括弧咗望著你講啊，也許更易啊嘛，係咪？咁我哋就望 ，sorry 啊，望 ，OK， 望著你講，也許更易。係啦。咁啊，跟住之後咧，落喺下邊咧，其實咧就同上面嗰個咧四個歌好似，即係第一個歌咧變咗係 D minor 唔係 F 啫，多一隻手指啫。龍於水的三個字得唔得？咁喺呢度咧已經係頭兩句啦。咁跟住之後咧，跟住嗰度嗰四個歌咧，我哋係 B flat 啦，係咪？跟住 C 啦，跟住 A minor 啦。A minor 轉 D minor 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咧。呢隻手指唔使拎開嘅，我哋加兩隻手指，係啦，咁我哋試下。從我降世一開始，都永遠不休止。就係咁樣啦。咁我哋呢度咧就已經咧做咗咧
幾句噶啦喎。咁但係咧到你亦是我之處嗰度咧，我想玩少少特別嘅嘢。咁我點玩呢？一個簡單嘅方法就係撳 B flat 之後咧，依個我哋會彈兩下嘅。你亦是我之處喺個之字嘅時候彈一下 B flat 啦，跟住就放開隻手指。動力和意義係喎，唔記得講 C7 添，第一線第一格依個就係 C7，係啦，第一次啦喎，兩下。你亦是我之處，放開手指，動力和意義。係啦，咁又落去副歌啦。咁樣咧，另外一個玩法咧難少少嘅。咁我哋咧就係、是、你亦是我之處動力，做啲咩咧？喺之處嗰度咧個之字咧，我哋咧就係、是、呢兩隻手指啫，淨係個中指同無名指咧勾一下之處嗱，勾呢度之處。咁但係咧，我喺兩下中間咧，我仲要加多下喎，勾食指嘅之處。OK， 呢個叫做。中指勾啦，依、這個叫食指勾啦，中食中啦。你亦是我之處，係啦，之處係啦，跟住先至動力和意義。咁咧就喺嗰個簡單嘅勾法裏邊啦，平凡裏邊帶少少不平凡，哇！咁樣就掃咗你對媽咪嘅誠意啊！Chorus 啊 ，chorus 係點玩咧 ？chorus 咧其實咧。chord 咧係差唔多嘅，都係咁樣做嘅啫。咁啊，每一個 chord 咧，我哋會做咩咧？我哋會勾兩下，會密少少。我哋就係第一下攞曬，跟住第二下咧就係用中指同無名指勾一下。係 ，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係咪啊 ？Make cry, make smile, make feel love true， 就係咁樣啦。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就咁样啦，唔好介意啊，英文比较水平，系啦。咁啊，跟住下边咯，一样都系咁样做。咁我尝试就系做嘅时候话俾听喺边个字嘅时候勾，咁你哋自己练嘅时候就练到啦。咁但系当然，你要弹到嘅话，第一件事转要转得够快，勾要勾得够清，咁样咧加埋个拍子，咁我帮到你嘅咧。就係只要做一次俾你睇，咁你哋都要啲時間練㗎。咁所以其實你問我，如果你原本係從來冇彈過嚟到呢度嘅時候，就真係要攞多啲力啊，先至夠時間咧喺母親節嘅時候咧送俾媽咪。咁啊可以補送嘅，係咪先？好啦，唔好講廢話嚟啦。嗱，跟住啦，我哋謝謝你關顧啦。OK， 謝謝你的關顧以及無上的愛護連。OK， 咁啊，啱啱過咗呢度啦，留意一下咯喎，關顧嗰個 F 咧，後邊嗰度咧，原來咧佢係冇嘢嘅喎，你要自己揀諗翻邊個位去做啦。咁另外啦，無常的愛護之後咧，個 C 啊，愛護，原來佢落到下邊嗰、那個、那個連字嘅時候係第二下喎，無常的愛護連月慢慢，咁呢啲要留意咯。你可以咧，其實編張譜出嚟係最好噶啦，跟住自己咧 mark 低佢，咁啊好過咧一路睇住個 video 一路去過咁樣啦。好啦，咁我試埋跟住嗰幾句咧就完呢個教學啦。你也永遠優先擔心我起步，唯恐我並未得到最貼身保護。Oh, I love you。我發覺我成日分唔到咧 love 咧同埋咧 lauge 咧個讀音，真係死得啦，大學生啊。OK。OK， 咁樣咧，依、這個咧就係世上只有咧嗰、那個啊、彈法啦。咁當然，如果你話你本身係啊、識一啲歐弦嘅，你當然可以歐曬。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謝謝你的關顧，以及無上的愛護。數啦，月慢慢。本身有啲掃法、勾法，你都係加落去嘅。咁只不過今次咧就係、是用一個簡單啲，但係都好聽嘅方法咧去玩呢首歌。咁希望大家中意啦。記住仲有一個 intro 噶，個 intro 係
Okay, bye bye. 記得 subscribe channel 喎。